左边哪边的中国队？左边的中国队啊，欧力你不认识吗？一直在中国队打的欧力，还有这个二三，长得就是那个废的，废的去东南亚打开瑞了，改名叫二三了。还有 Q 是吧？对 Q 你不知道吗？CDC 那个 TI5 亚军 CDC 的那个 Q，你不知道吗？580啊，什么什么？580，这感觉是2.5个差别，简直天了吧！咋的？2.5个插队，1.5个 GG，很折磨。我们的组感觉全是猛男。我们出门先捡个一分。不是，我先看一下我们那个到底有哪几个队伍。等下到时候解说的时候，他妈看比赛的时候，他妈注意点。GG 老干爹 BB 九潘打，这几个。这哎，这等下这打这几个队伍，看着这几个队伍的比赛，他妈谨言慎行了。GG 老干爹 BB 九潘打这四个队的名字啊。完了，这比赛最好的四个队怎么都在我们这儿？感觉小组赛不会尝到这点成功。不是，森哥说了，小组赛不一轮呀、啊，我感觉他发兵很难不一轮啊，森哥。一个比一个猛，他们。这 A 组都什么臭狗屎啊！首先，老 NBA TI 冠军对吧？TG Major 冠军，BB 东欧一哥，还有个谁？有潘达，东欧二哥，Major 第三，还那个 ATF 那个队好像。号称西欧新生代最强 carry 那个什么 TA2000，还有那个 EG 从我老干爹身上硬夺了一分的队伍，是的，就跟老爹打的有来有回。哦，还有东南亚真正的一哥虾哥 bleed 啊，对啊 bleed 的，我操，什么呀？这分组他妈用屁眼分出来的？东南亚一哥，不是，你看看 A 组 IG，然后雪碧，然后他妈 RTZ。还有那个瑞文那个 blacklist B C 查队，还有这个脑浆液体跟 X T T N。A 组他妈群魔乱舞，A 组是什么东西啊？B 组只有我们爱做题。这个比赛一轮了，我先说一下。哎呦，泰隆真的很有东西啊！这个泰隆是怎么在东南亚的 D B T 打 D B 的？一个畜生队伍。妈的，他们这种阵容前期被打得那样，那掐分，他们现在还能领先5000，他们打不赢那个。力的和那个阿哥的队哦，阿老 TPT 第四都这么强，那跟我们一个组的那个三 B 那个东南亚第一不利的那该有多强？已经玩不了了，对，已经不敢想，已经玩不了了。对，这么强的牛被 FI 关在 A 级，尤其可见超哥有多牛，能带动森哥。你们这群人别黑森哥，森哥现在什么 S 级选手？森哥现在 Major 选手。我没来之前他们。你没来之哦，对，他把我再说一遍，那个牛是被 A，是被森哥带到 S 级的了。他回 A 级只是回归初心了。没有，他出现的时候明星 C 级吗？那就是 C 级啊，明星先从 A 级杀出来的呀。哦，打突围赛的时候明星也是 A 级。对啊。啊，我们找一下阵容点。打突围赛的时候明星的阵容，哪几个？还是那个五个？小毛。没有有什么吗？突围赛的我是小毛，对的，牛。哦，还有是回悠吧？回悠，下一个是谁啊？回了菜哥吧？不是，我是下位费的，我是蓝皮鞋吗？鞋啊！哦，对，外菜就打我了。哦，对，找到问题了，就是我也是皮鞋。我们两处都有他，全换了一圈，但是每处都有皮鞋。找到问题，原来是皮鞋。哎，我们家是不是反正打了呗？来来，可以啊，全铂金对我来说，给我。我20级，20级很关键，兄弟。18级，我20级。20级很关键。别！我家